不是翻的话，咱们看好五秒钟躲一下，然后的话再往这边走啊，然后秒一秒做动作，好烦。刚好弹特别尾波加速出来了，四个板子可以，咱们可以转一圈再下，动作做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的话再测一下直立加速啊，咱们可以走。然后这次的话你要注意，他马上要放一个虚影啊，他放一个虚影黑炭，然后的话拦你啊。我们往这边走，那勘探也小心点，杀不到我啊。贴膜啊，闪现还没好啊，往这里走可能会出来杀勘探员去了。没有啊，再到翻到那里交一个什么东西啊，他是那什么的，把它弹开一点，把我往那边弹一点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往走这儿了。然后他是突然加速起来了，下个板子逼他再那啥一点。把他吸过来一点，这里面可能会晕的，所以把他吸过来，把自己弹开会把自己弹晕的，然后再拉点反追了。他想这个想闪现取消插刀肯定是这样想的啊。我们往这边走，直接走是这样的。看有没有皮塔闪现开刀啊，实在不行就走直线，你知道这样的话至少能赚很久很久时间的，不要太担心了。我扭一下飞轮不舍得，然后走了，这里我躲不掉了啊，进不了板子，咱们就不躲了。发专心破译啊，修快一点，这么久才修一台机，移形，你也是个奇葩啊，移形。没事，这边的话投身柱给他看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走。直接投身柱给他看，就告诉他我要下这个板子，但实际上我们是不会下这个板子的。然后的话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转一圈了，发现没有，一个弹窗加速出来之后的板子可以留着，因为可以转一圈了。这边磁铁好了，所以说咱们可以过啊。然后这边在这丢磁铁。把它吸一下，这边的话没有放虚影啊，有放虚影的话咱们就要注意了。然后下这个板子弹板加速弹一下，弹板加速再转一圈吧，它都在后面啊。弹射12秒，我们先翻这个窗户，然后的话它会跟着翻，它会跟着翻，跟着翻的话咱们看好5秒钟躲一下，然后的话再往这边走啊，然后秒一秒做动作，好翻。刚好弹窗好啊。好的话，急走性我们可以直接转走，应该是可以撑到这个磁铁这个恢复出来的。直接走啊，就虚影过来的话，你稍微躲一下，大概不需要不需要转一圈了。看天上帝王过来了，要控场了，过来吧你！生气了，换一台一马机啊，直接换一台啊。我给你展示一下，那过来对不对？快抬手，稍微大概这样子就行了。假如他转圈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啊。就是你关键时刻的话，大概绕个大概多少度啊？90度啊？他估计外面守在那。那这就滑磁了，消磁了。你看，关键时刻消磁，弹的话会消磁。钻回去，那嘟的一声钻回去了。90，没事，我们再开台。是弹就是会消磁啊。想看其他角色的话，可以点角色哦。不着急，这边的话棺材没动啊。弹一下，不弹的话这点有点差劲啊。这边弹窗。加速走起来，然后的话拉点了，让他点门，然后的话我们卡小门，他是移形也交过了，发在我附近，能不能抓紧时间？这边可能虚影过来了，咱们绕虚影啊，我再躲一下，把他吓一下。哎，从这边过来了，我操！棺材改一下，棺材改一下。